的本领和能力呢，因为在实践的这个比赛的实践当中，这个是我们技术能力的一种体现。如果具备了这种能力，控制球的能力，那么水平也自然而然会得到提高。在比赛当中，我们就会有一些战术上的需要，那么就需要在落点上对对方有一个调动。控制球的这个长短上来讲呢，我觉得在这个战术的运用上起到了一个节奏变化的这个作用。那么在比赛当中，无论是你的力量、速度、旋转、节奏、落点，在任何哪一个方面你做好了，你都可以得分，并不一定力量轻的就肯定得不了分，而是你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这个球。那么我们的这个慕课的拍摄初级，也就是如何有这些硬件的能力，我们首先有这个能力，在中级阶段我们会讲述如何使用这些单项的这些技术，那么高级阶段就是如何用到极致。那么现在我们就是在练习如何控制球的这个长短，搓球有摆短有劈长，这个是下旋球的长短。那么在这个拉弧圈球呢，也可以高调，属于是可以拉得短一些，前冲呢可以让线路更加长一些。也就是在战术上，未来我们要使用的就是除了左右的调动对方，让对方跑动起来之外，我们还可以通过前后来调动对方。那么这个在实践的这个运用当中，在这个拉短球当中，那首先呢，还是在球拍上面吃住球，让这个球抛弧线的啊，高调弧圈球，甚至于节奏慢的这个球拉短一些，效果威胁会更大一些。那么在前冲弧圈球如何拉到这个底线上，能够穿透对方的防线上来讲呢，我们在拉球当中呢，拍型一定要展开亮开啊，这样才能穿出去，对着这个线路长的这样来发力。那么短的呢，就要吃住球。那么这个在这个手上功夫、手上感觉当中，也是在每一板每一拍与球的交流当中，我们会得到提高的。下面我们就看看这个学生们在这个实践练习当中会碰。好，我们看李代元同学这个高调弧圈球啊，基本拉到了这个前半台，对方的前半台。那么再冲的话，看看是不是能够冲到底线。嗯，好，再来几个短的。好，这个球非常好，这个不仅有长有短，在节奏上大家看也有一个节奏上的变化，又短又慢，冲到底线上的速度比较快，具有威胁。